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个雨是终于停了，下了好久了。雨停了，我们也出来透透空气，不然一直都在车里面的，看电视的看电视，看手机的看手机。哎呀，我的老天呐！雨过天晴的感觉，那是真的好啊！哈哈，去逛一逛吧。说着带女儿去吃他们当地的美食的，这两天都下雨都没去，我们去看一看，整点啥。哦，行，走吧，这里挺好的，就在这旁边，我们停在他这个坝子的，免费的。你穿我能穿下吗？你穿女儿的，女儿穿你的，干得漂亮，你娘娘母。谁让他先穿我的？他穿的我就没得穿了。走呗。你不想混了是不？别人那么大匹马的还在这里叫，人家一脚就，对啊，一脚就把你踢飞在天上去。白龙马，这里草席，漂亮。他们要骑是不是？我问一下他们呢。你问一下，现在去哪里骑？我们也去骑一下。你们这是拿去骑的吗？好像他们要拍个照。哦。这是现在可以骑吗？可以。哦，等会儿骑一下不？去不去？去骑一下吧，这天晴起了。行。啊、嗯，昨天来就说骑嘛，下午一起来就开始下雨了。他那个多少雨啊？那有崽子。等会儿等他们这像拍的来吧，像拍的来咱们再去骑。自嘲了，他走。走。对。你去骑一下嘛。我不敢了。你不敢。哇、哦、还开跑了他。感觉还可以、哦。感觉可以，你去试一下，等一下他骑过来，来来。不敢了。问他们俩还骑不骑，他们说不骑了，虚得很呢。其实再骑两圈嘛、啊、再骑两圈嘛。是不我不想骑、啊。你不想骑啊、你要下来吗、你不是说骑得特别爽吗？哎，没把你补马上下来。你小心，安你。什么感觉？太吓人了！太吓人了！你都骑了几圈了，感觉它多温顺的，哪吓人？咦，尾巴。行了。行吗？啊，走，过去看菜弄好没有？走吧，去吃饭。拜拜，那个马。他们骑着那才叫骑马，这个小姐姐好帅。哟、哎，哎呀，拜拜，太帅了！我们骑着在那上面，我是不敢骑。哎，好了，全部都好了。对，全是四道菜。啊。这是牛蹄，嗯，然后这个是牛屎，然后这个什么那个忘了，忘了，趁热吃吧。啊好，还有那个甜茶，甜茶很快啊，我啊好好在那边，好好好，先跟他们说了，好好再弄啊，好谢谢啊，啊，客气。来吧，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客人，还携带了一个小宠物。随便坐，菜已经上齐了，还等在第二位马上闪亮登场来了，把门关上。大姐我去了，人家他那个茶还没弄起来，他说一会儿就来。行，把门关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先看一下。它这个是蹄，哦，这个是蹄筋，牛蹄是吧？对。来吧，尝一下这个牦牛蹄和猪蹄的味道，有什么区别？有好大一坨。哦呦，好大一坨家的哦！你来这头大的。他夹都夹起来。来。行吧，那来吧，我就来这一坨吧。每个人都知道大的来，不怕。它那冷啊，肯定不好吃这个。对，嗯，好香哎。
我这个还有一坨七斤。手拿着干。刚刚洗了手的。味道还可以哦。好花呀。一点一点没那种，毛牛肉的味儿。它不行，它。好香。没想到这个牦牛蹄子还挺好吃的。来，朋友们，走一个。老毛肚。我这都怕火点。炖怕了的，别整这个。这个是牛舌，尖椒炒的牛舌。可以。这个是牛肚儿，全都是他们当地特色的，咬不动的那一块就吐出来对了吗？牦牛身上的特色的产品，这油都滴出来。哦，这个是牛筋，好像是吧？那个是牛筋，这个是牛舌。我就是吃着这个是牛蹄，牛筋的感觉。这个炒的挺好吃。果然是他炒的尖椒贵，带女儿出来这么久了，都是自己做饭。对，这正来了这边，对不？一两次特色还是要吃的，虽然说不能天天顿顿的在外面吃，吃个一次两次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这里点了一壶甜茶，刚好满，因为我们只喝得惯甜茶，他们这边正宗的酥油茶我们喝不怎么惯。先尝一下。尝一下呗。有点烫哦。这就有一点像奶茶的样子，是吧？多了我这边。这种甜茶我们喝得惯，小红咖啡，哎呀，在这里跑什么跑嘛？还挺香的。对，酥油茶我们真的喝不惯。就是很烫，其他还好。这冷的肯定就不好喝了。我们吃了回来了，咖啡在那里看我们吃都看口渴了。他现在还在看着我。一回来就得看吃好多水，地上洒的那碗里面吃的水。这没吃完的我们还打包回来的，他还在看我呀。这玩意儿吃了不可惜，我经常都这样说，吃了一点不可惜，扔了就可惜了。没吃完的都打包。这是凉拌的牦牛蹄筋，这是尖椒牦牛舌头，那个还有蹄子牦牛蹄我们吃完了。这就等于怎么说呢，我们吃了一头全牛了，基本上、肉没吃基本上吃了一头全牛。这价格结账的时候，黑妹去结账，他回来跟我说，整的我还感觉真的特别吃惊，价格真的不贵。我们下午骑了两匹马和我们吃的有牦牛蹄，这个牦牛筋，还有舌头，还有一个番茄炒蛋，对啊，还来了一壶那个甜茶。嗯，后面结账的时候才200块，我以为应该是300多到400左右，因为还骑了马嘛，应该是我们在那里吃饭的时候，那个骑马就没给我们算钱。对，应该就是那种比较优惠的了。他反正那马鞍子上起来，你去骑一会儿感觉也无所谓，反正他吃草的。那也不能这样说。行，咱把咖啡给喂了来，咖啡看我们吃都没吃，你看他都饿了，还要给他倒着牛奶，他吃都吃不了好点。现在，现在他长成大狗了，不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他吃不了多少了。每天他都要剩一点，今天我给他特地弄少了一点的。但是每天他都想给他和点东西，不给他，不是牛奶就是鸡蛋。别人也是咱的一个成员呐、基本上的视频别人都上了劲儿的，对不？别人在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他说虽然说我不会什么表演，但是那个脸主你也照了，我都要肖像权了，这也是，是不？别整他，让他吃吧，吃。